奇怪，我舅舅怎么还不出来啊？哎呀，我叔叔怎么还没出来？这两个刚刚从这个车库出来，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状况。这边车库可以听到下面拘留者，这两位先生。哟，刚是从下面那边出来的哈。我们是从这里面啊。因为刚刚有一个警察叫我们来这里啊，我们就来了。哪一位警察可以请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不可能问说你是谁啦、啊。那你等我一下，我问一下我们所有警员。我这边跟你解释一下哦，因为那边是会听到我们拘留处所说的话的。这项条例可能是在窃听罪这方面，需要有罚款。那罚多少钱？刚是罚10000的。好吧，那开我单没关系。没有没有开，我先跟你提醒一下，因为是警员叫你过去。没有啦，然后警员找到我们会做什么？我们自己进去的啦，开我单好了啦。没有，我们这边第一次都先做那个解释。好了，刚刚是我辩解，我自己跑进去的，拍谁？请以后不要再进去了。好，我知道了 ，I promise。好，不要再让我们看见有这种情况。好，谢谢警察大人，拜拜。可能就会以那个处罚条例来办理。哦，了解了解。谢谢。那他出来，他在哪里？不知道啊，左边啊，先左边。我知道。哇！ Surprise！ 我们进去监狱里面看。哦，这边可以进去。叫他出来啊！他不是出来了？没有，他还没出狱。老板，哎，怎么了？你是？找谁啊？哦，厉害厉害！听说大炮要退出啊？没啊。他怎么都没有跟你说？他有跟那个喜德说啊。可是他们都没来跟我说哎、欸。那现在他们好像采毒被抓，我听说他把喜德供出来了。啊？他把喜德供出来了？对啊，现在警方好像都在找喜德吧？警方也在找喜德。现在因为大炮不能退出了，还是怎么样？他没有不能退出啊，他都没跟我说、啊，这样会有点问题哦、啊，王老板。啊，无啊，嘿，大炮的代志啊，对不对啊？没啊，你不是老大吗？无啦，哎，我来这边是来看我舅舅啦，我不是来看伊啊。他怎么样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对不对啊？对啊，那等下我处理。不一定会打击嘛，这样你们就不会插手了。我先说啦，如果你们会帮他的话，给你们机会啊，现在走。啊、如果你们要帮他，我也没办法，我会公告阿内啦。吴老板，哦，终于来了。我唔捌你啊，你是谁？你嘴谁？这谁啊？这？干，我差点我在里面迷路哦。哎、欸，牛头帮有没有跟你讲要处理你的事？没有啊。那阿昂，你跟他讲好了。我要讲。我有一点不知道，你不要跳来跳去啊！我操。哪件事啊？他说，他们说我不认识你、啊。他们说你把喜德卖了。哪有？他们已经这样说啊。说对啊，他们这样说啦。喜德已经被通缉了。真的假的？对啊。他们现在矛头都指向你。真的假的？哪有？哎、欸，反正他现在就是等一下牛头帮的，等你出狱，哎、欸，可能就会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处理这样子。他们只说一句话啦，就是叫我们不准管你，然后如果管的话，连我们都处理，就这样，没事啦。待会我们还是会送你出去啊，都来看你了。哎呀，干，大炮，哎、欸，听说你把蜜桃跟喜德都供出来了？没有啦，那什么，跟我听到的线报不一样。现在蜜桃出国了，喜德还在躲、啊欸，都被警察通缉了，代志都怎样？奇怪，我舅舅怎么还不出来啊？啊！没啊，我叔叔怎么还没出来？大炮，别惊啦，跟你讲啦，那头家剩什么对不？他现在我感觉他们人堵在外面。对，我们先上车，按、啊、你一出狱，马上上我们车，我们赶快要先跑。跑去哪了？跑去啊！哎、欸，他出去了。走了。来，走就起来。哎，走，拍照，拍照，拍照，哎、欸，你要走哎、欸，走就起来。麦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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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麦
警察。这样他们是去哪里？我不知道啊。啊怎么办？跟着警察就好。跟着警察，看他们要干嘛。好。哇，好多台啊！超多台的，跟着他们应该就可以了吧？我看后面是不是有直升机？还有直升机哦。刚我看到一台直升机啊，这样感觉起来大炮已经转什么污点证人那种东西吧？是吗？对啊，不然怎么可能牛头帮会过来？转污点证人，所以警察会保他吗？啊，不然警察干嘛追着他们？哎、欸，看他们好会跑，我操！看他们跑那么快哦，天啊，已经追不到了，也看不到车尾灯了。是这一条路吗？还是跟丢了？跟丢了吗？跟丢了吗？我不知道啊。这样开过来都没警笛声，应该在山区那一带。那我先转回去，不在这里。我发给大炮，我叫他发 GPS 给我。可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被上套。他背靠住应该不行。没有，有，看他在这里呢。哦，他可以用到手机啊。哦。哦，哎，这边怎么了？先过去。前面吗？对，大炮发的点在前面啊。不是啊，可是警察刚刚 BNW 都停在那边呢，牛头帮的，有枪声。哎。哦，怎么办？他们被压着，怎么办？干，我不敢动啊！我也不敢动啊！我后退一点，来，哇，枪颤哦！他被压上去了，看、哎、警察中枪了！警察中枪怎么办？我们用走的啦，用走的，车子就在这啊！哦，太紧张了吧？榴弹会被打过来？不会吧，离那么远，哎、欸，用手机照，快点！我看到大炮了，大炮在屋子里呢。屋子里，那、啊、怎么办？没有，大炮被压着。哎呀，还他还被压着。枪战呐、啊！你有没有用手机看？我用手机看一下。超精彩、欸！我看到，我看到了，他还被压着打，这么能打、啊？走，走过去吗？啊！小心！他又往上走了呢。因为他压着人质，所以 FB 还不敢动啊。绑到里面去了，等一下警察会不会攻坚啊？有可能会攻坚。啊，等一下警察问我们，我们就说我们是他朋友就好了。哇！哦，对峙。哎、欸，这个逃给牛头帮真的太凶了吧？他们现在要谈判哦。我该不该去救大炮？因为我是前警察局长，前机动会会长。不会吧？你要救大炮怎么救？我们跟警察站在同个阵线吗？拿出我的枪啊！真的吗？我的枪法很准，你应该知道吧？是吗？这里危险，这里危险，你们在干嘛？哦，没有了，我们的朋友被绑住。我们是家属的朋友啦，哎、欸，我们是人质的家属。你觉得后面就好，人质因为现在被，人质现在因为有生命危险。有，我们多好，我们多好。啊，怎么办？可怜的。我就叫他不要加牛头帮，真的要加。赶快把10万赎出来退出就好了，在那边。早就叫他不要加牛头帮，死都不听，妈的，不听王老板的话。吃亏在眼前啊！对啊，来了第一天在那边加人家被黑帮白痴，人家凶成这样。可是这么多啊，他们牛头帮其他人呢？猜应该躲在某个地方暗杀，会不会？哦，真的吗？那我们要不要离警察远一点，等下被暗杀？大炮真的很衰，洛顿挡箭牌，不如我就毙了他吧。毙了大炮吗？怪我，可怜的大炮。我这样笑他，我们很坏啊、欸！应该不会吧？可是那牛头帮现在也走不出去吧？哎、欸，他绕路走开了。哎、欸，那个车是他接应他的哦、喔，是吗？好像是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后面的人在举枪、欸，是、欸、警察不敢动哎、欸欸，因为人质在身上啊。对啊，人质还在那上面，所以警察都没有动啊。人命最重要啊。啊，他们会把大炮放了吗？我不知道。门撞掉了呢、欸，还有大炮走掉了。干，不会吧？不会吧？大炮怎么办？啊，我朋友嘞，他被压走了、啊。怎么办？我要去追他。好、哦。啊，我们可以搭你们的车吗？现在去追几号门？啊，你们先追。啊，我们的车。我们先去拿我们的车啊。干，我们车到底在哪？应该前面左转吧。哎、欸，我们这样子有点在看看热闹，应该不算吧？没有，我就说我们是家属就好啦。我跟大炮说发点给我，可是他没有发呢。没关系，跟着警察走，警察应该知道点。干大炮现在不回我呢，他应该被绑住了，不能回吧？哎、欸，干在后面呢。啊，在后面啊？他怎么会在后面？不是我们把车停在山上吗？还是怎样？他
说你报警要叫你过来。怎么办？下车吗？这里面感觉很危险哎。干他，他说叫我过去哎。那怎么办？我说是阿涵报警的。老板，手举起来，王老板。干！哦，你带走啊，那个也带走，来，你跟着来。我跟着你们走。对。哎、欸，我举手，我举手，我举手。